观众，刚刚介绍专面呢一直在哼一首歌，我想说不然我们来假弹奏真录影，大家应该不知道，所以待会我们就可以听看他的声音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待会试试看 Let's go。 每天六点准时发片，真是像战场，充满痛与伤。好像终于能容忍，能顽强，能埋伤，心里还是很孤独，很迷惘，很悲伤。不再笑得像太阳，静得像月亮，什么都可以不怕，只怕想家和爸妈说我一件事，你每种会落下，很辛苦就赶快回家，是最难的牵挂。我什么也不怕，只怕想家，武装的冰冷遇上温热就会融化，是心疼啊。 OK， 各位，我们这样已经录完了，不过我实在没有勇气告诉他，他看到自然就会知道，好不好？如果有什么我再跟你们讲，拜拜。什么都可以不怕，只怕想家，和爸妈说我一件事，你每种会落下。